华人班授课。各位华人同修，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解风水理念。啊，我们看风水呢，眼睛一定要敏锐，眼睛要敏锐。常常呢，我们在看风水的时候，大原则不晓得的时候，往往在山底下绕了一大圈。啊，山上跑了一大片，还找不到风水，就是三等先生满山跑，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当你知道了，你就可以很有自信的。曾经我看过一个风水，它是一个道场，一个道场呢。啊，他命名他是金刚寺。啊，我说是啊，你金刚寺，你要耐力，抵挡得龙争虎斗，你才是属于金刚寺。若是你没有办法抵挡的龙争虎斗啊，你就不是金刚。这位住持是女性的住持。他眼睛倒着下来，他问我为什么原因，我这你的山形是龙争虎斗，就在普里附近，好，这是一个地理，好，他的庙盖在这边，好，向出去的这边有山。啊，这边也是山，这山谷向着山谷路的是出去的山谷，啊，上来呢，这边比较低，这边比较高，虎高昂头，啊，两个虽然那个看的同样的，但是这个比较高，龙低虎高，这个叫做龙争虎斗，龙争虎斗怎么办？啊，他的。室内的注重几乎每天有打架握拳，啊，室外的注重呢，来到室里面呢，常常小事情打拳头，弄得他很为难。那后来问了以什么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，啊，我告诉他，若是可以的话，你可以在这边，你龙边呢，这里你可以盖个宝塔，宝塔不是放纳骨的哦，好，一个藏经的藏经阁，一个方法，这只觉得这么解，让你这个龙高起来，虎就低下去。龙进有力，虎远就没有关系，无煞。啊，这一个方法，再一个方法呢，心念要改，认为道场是洗净业报的处所，道场是洗净业报的处所。好，大家有争有斗。你在道场里面争几遍斗，有佛可以当公亲，有佛啊
当公证人，啊，你在道场里面斗没有关系，啊，你到道场外就不能斗，因为道场外呢没有佛可以做证人，啊，过去生生世世有什么业障？好，你们在道场里面斗，啊，佛可以做证人，做公证。啊，过去的灾难一切就过去算了，一笔勾销。那么，如果到外面去了，没有活做公证，就又一直在结冤，仇上加仇，冤上加冤。嘿，这个就是后来这位菩萨呢，他说：“老师，好了，我用第二项，比较不要花钱，比较不要花钱，当两个。”一斗时候就叫他们过来，你们过去生斗完的时候，你们应该了解你们过去生有什么冤，有什么仇。现在在道场这边斗与争呢，业障一笔勾销。用这个方式去面对的这问题，现在还在斗，还是没完没了。几个月前又来到鸠摩寺了，问了有什么办法？嘿。就哈哈那两波怎么办？你也无可奈何，地形龙争虎斗叫龙虎斗。那么我们相对的，我们的房子，住家房子，啊，假使我们在这边，好，这边也有大楼，啊，这边大楼。虎边高的，虎边低的，龙虎都有，刚好是一片空地。这边的龙，这边虎，这边龙，龙虎斗。好，所以现在的世间，很多龙虎斗，世间上的人喜欢斗，因为住的房子有关系。原来好好，突然间呢，那又盖一栋起来，比原来还高。叫龙虎斗，那个很危险的。好，那社会才那么不平安。台北101盖起来啊，当然是很好一个地标，几家欢乐几家愁。哦，你看，哎，灾难的频频会来，龙虎斗。然后前一段时间呢，啊，我们一位信徒在台北。在101旁边呢，好一块地，两三千平要盖大楼，我帮他规划了，把门调掉，把门调掉，斗你后面的不管你，不然按照他们原来的设计方式呢，啊，这边101。啊，原来他们盖的是需要用这边从这边出入。我说你这边出入就白虎昂头，受不了。我说你从这边出去好了，那就后靠，白虎又靠，那就没关系，我不看你总可以嘛。哦，那么在这里你会看到他，看到他。有一种，那一种力量，一直在这个斡旋的形式会发生。那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以后，若是有人有朋友，好，他要已经虎鞭高起来了，那你怎么办？虎鞭高。很多了。虎高，啊，怎么办呢？好，那只有从这边，你改玄关，只要转过来，玄关转过来，好，转过来了，我不看你总可以嘛？你看到这边变成龙边，龙边先有力，龙有力，虎在后面，那这栋房子你就可以住。
我们就不一定一定要啊要这个搬家，可以改。那么有的人说能不能改向这边呢？你改向这边呢？啊，这边你看的龙边高，龙边高，但是湖，你这个湖边呢，先靠近来，先靠近了，所以你在不见为净，眼不见为净。啊，你们在其他国家也都不能改，外面不能动，不能动，你就改里面嘛，改里面应该不会有问题吧？啊，比如这样来。好，我们从里面改，门面没有破坏，门面没有破坏，这样就可以了嘛。转过来，啊，里面如果在里面看出去，它外面有围墙，最起码我里面呢保平安，里面保平安就没有事，不求长寿，也不求大发富贵。但是短暂的先把它调一下就会有效，这个很灵。嘿，我印证太多太多太多了啊，所以啊啊，一切法都在于运用之中啊。若是有龙虎斗，那你这个怎么办？你这该怎么办？怎么改了这个？啊，这怎么改？你改这样的话，出来就到了。哎呀，这个情况你就要改这边喽。啊，你就要改这边。龙虎斗，改虎边。出虎纹，出龙纹，这样来，这边就不看到了，这边也是龙边，后面也不看，那龙虎斗全部都龙边。好，龙有力。好，若是你改在这边，出门白虎又昂头，白虎又昂头，整个白虎有力。那更糟糕，啊，引贼入室，赶也赶不掉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就是这个道理，懂吧？啊，这个可以帮助很多人，嘿，啊，我们再来哈，啊，环水出雅士啊，瀑声出人呐，啊，环水水。啊，我们如果皇祖在这边，水来的缓缓的，缓缓的水，缓缓缓的水，慢慢来，不能急，很急水急发急败。好，那么缓水呢，慢慢来，前面的水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哎呀，那个真好。我日本，我去山梨县呢，看他们石之崎，他的主厝，那个前面的水啊，缓缓水的，哦，这真的高人，真是高人。啊，有的人在山区，啊，他在这里盖个房子。如果前面有水来，有高的逆流、逆急来水也行，逆的很急的来水，发得快，
退也快，花得快，退也快。为什么呢？花得快了，好，他会不安于世，不安于家，不安于本业。在我们纽约茶区入股的地方，有一户人家呢，前面水沟很好，哦，水很急，把门改过去了哈，换了，哇，赚钱赚很多哎，结果赔的也很多，因为人家看他赚钱，他生意好了就开始投胎，投了无福消受，全部垮下去。有一天来到修佛寺，他问我说：“老师啊，我这几年很惨呢。”我说：“什么原因呢？”他说：“自从改了房子、改门以后呢，很赚钱。后来呢，就贪了，一直贪下去了，好没完没了，现在一无所有。”我跟他说：“这样啊，给你明年得特等奖，然后第一炮要给我喝。”他真的吗？真的，给你得特等奖。现在什么事情都暂时不要去谈，专心研究茶。今年真的第二年得特等茶，特等奖，就拿了一炮给我嘛。我在天坛都喝特等茶，天坛啊，在阿里山，阿里山我们一位宗师兄，他去年呢，这个给他请客初六，我说你今年、明年早上、明年哦，请我喝特等茶，今年又得了特等，反正我想喝就有了。我说你的特等，大家要注意哦，你特等茶又有了，你开始会爬起来，但是你房子要改，老师我老早改好了啦，改到别间去了，那一间给人家了啦，就给人家拍卖了嘛，那我要专心一意，那平常的一般的店面的租了就可以了，好用心去经营，这几年呢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所以我们那个水前面来很急来，花得快，败得快，败了因为太骄傲，认为钱好赚。在我们刚搬过来第三年、第二年，那时候大家都正流行，我们约在这个民间，他专门做西装的、做衣服了。他来了一千块来的猛怕老师啊，最近吼这后悔了，对啦，我你要后悔，做西装吼，做西装这一点一点太没钱啦，安怎啦，我你就要贴布施的，没啦，不是啦，你看我刚刚赚多少啦，我说你很快你的死去，你我要死去哦，我你倒带一下啊，浊水溪，您到浊水溪门口那条水很好哎，老师你怎么知道？民间我很熟，民间我很熟，所以前面的浊水溪的水来，哦，是污水来，赚污钱。再过一段时间呢，大家都我们就轰掉了嘛，又败了嘛，哇！过几天呢，他没有了，王乖要乖要来。好，妖怪来，他有点小麻痹了。妖怪要来了，原来他有钱了，就不要拿拐杖，就要这样。都很吊血。妖怪要这个可怜兮兮，叫他妈妈来问我，这怎么样才能再赚回来？我说了多少？他妈，我的囝哦，人家要1000多万了，快2000万了。他说，老师啊，有什么办法让他赚回来？如果回来啊，他要。跟老子打个金牌，打个金牌，金牌五分的500块，550嘛，550块钱，我可以跟你赌，你给我让赚了1000万的时候，让我赚1000万，我900万给你，我100万就好，不是550块，哎呦，所以那个房子也卖掉了，阿洛博士也就卖掉了，所以水来花得快。如果不如法，败得快。这个道理呢，我们，从这样我们可以去留意。凡是水来，
你要慢慢来，不要急着水来，急水来变成水溅。水溅呢叫轰洪，水溅就轰洪，把猴子掐住了，百口莫辩，莫名其妙，常常会被掐住。再来了哈，我们山水龙啊，山龙水龙自穴处啊，自观自五行生化。山龙水龙来关注五行生化，我们这火生土，土生金，啊，金生水，水生木，这生化相生相化了，就相生相化。啊，我们就讲过了哈，后面是从火星的时候下来，这个土星，啊，大的土星，土星叫一个金星，啊，金星，啊，金星呢，然后就一直山水一直流，一直流，啊，转到这里来，啊，这个叫水星，啊，到这里来，这是木星。啊，这水龙，啊，山龙，嘿，啊，就是借水为止，有生化。看到穴这边是什么？有什么生化呢？如果说啊，这个是水星，啊，山弯弯曲曲来，这个叫做木星，这是水星，好，这金星、土星、火星。如果有这样呢，花几代呢？五行全的五行星全的时候啊，花五代，五代星，五行上面是火星，这样的一个大土星啊，然后一个沿着金星，金星下来是水星啊，水星到这里呢是木星。如果有个五个生化的时候就五代，若是后面一个金星。一个金星、水星到结穴有三代，花三代，啊，有四个星花四代，五个星花五代，啊，这个是木星。那么借水为止啊，那一天啊，我们张卓伟同修呢，他说师父借水为止，如果直的呢，就没有结穴，好吧，那个就没有结穴。那个是怎么样呢？啊，比如说这里一个水，啊，山这从这里来，平水来，不结穴，它你看这一定又绕出来，越跨它要跨越这个水，其实金星或者木星。到这里来，它不会结穴，横水不结穴。懂吧？横水不结穴，它已经第一，它是辅星，不结穴。好，第二，穿梭。水城穴属贪荒，穴属贪荒，好，也许他就穿过来接到旁边来了，接到河的对岸，向台北淡水河口阳明山呢，那个水从落下来跑到观音山过去了嘞，不是从观音山跑过来啊，所以在淡水河口呢，
那边不结线。阳明山刷下来，这里是淡水河，淡水河，而、这个观音山，好，这很高很高，是哇，上来哗下去了、穿过河，然后观音山 一直上去，到观音山上去了，好，那么这个河水淡水在这里。啊，那么这边有没有结界？阳明山这里有没有结界？没有结界。观音山这里就有结界。这边结界呢，逆的收这个气，收阳明山的逆气，逆气。啊，这边是顺，顺气，顺气呢不结界，在淡水河，好、官渡的地方那边不结界。在对面的观音山结界，所以台北会出了很多的贵人，出了很多的富有的人，大家拼命往台北观音山去站。那么以前呢，啊，我也起贪心，希望说啊，这先到去站了，结果光阴还没到，就先站下去，站下去呢，等到瓦斯来了，宝瓦已经朝下，那个里面的东西也已经臭掉了，啊，所以要诚实下葬，诚实安葬。啊，山子龙水龙穴处呢，啊，要关注五行，看它有没有生化，啊，啊，如果呢，你看到水星，水星，穴结，啊，穴结木星，啊，木星，穴结，侧面。错节，好、啊，就错节。比如我们是一个啊木星高高的，水，水从这边来，我们就结在这边；水从这边来，我们就在这边。好，要点地，或者在下面，水从这边来，你要山的这一边。水从这边来，你就要接在这个地方，这个都是有它的规则。好、啊，若是后面的水星一直来，好、啊，一直是水星啊，好、啊，三型的弯弯曲曲来的，好、啊，有的呢会正结，但是木星绝对不正结，木星。不正结，都是侧结。旁边、侧面来解，好，好，再来呢哈。我们光线是阳宅风水的生命，光线很重要。阳宅风水呢，如果没有光，就没有能量。没有光，这个家里人呢都是神经兮兮的。我们很多啊，中间一间的。啊，长条形，中间一间没有光了。小孩子越住到最后来呢，是神经兮兮，大人也一样。所以光线是我们风水整个的能量，但是光线不能太充足，光线太充足它有的不生。曾经我们一位啊师兄师姐的结婚了七八年，啊，他爸爸把那房间呢放在三面都玻璃，很亮。结果都不生，我那太亮的话也生不了。我刚才，半隐秘的地方呢，卧室改半隐秘的，哎，没有几个月就怀孕了，生了两个小男生来了。啊，所以光线你要看某个地方来用。啊，那当然，光线也是我们风水的整个全部的生命。啊，所以各位同修呢，我们今天这个。风水的基本理念呢，啊，到这里一个段落，接下去我们会讲，啊，这个阳宅风水小阳宅，这个法门，这一集到这里为止，阿弥陀佛。